鼻头角灵谷步道的第一个展望台，第一个凉亭。哇，等一下，那里有海潮，慢慢拍起来。景色很美。是刚刚喝咖啡的地方，听涛咖啡。灵谷步道这边的视野比较好。我在想，刚喝完咖啡，这个步道也太短了。原来还有上面这个，第一次来摸索到。不然待会我可能会去桃园古步道，在头城那边。好，先拍到这。